我好久没有去看亚茹了，今天我们去看看亚茹。我和阿鳖一起去。这个阿鳖很有意思，他很喜欢跟着我去拍视频啊。他还问我，今天去哪个妹子家里拍视频，明天去哪个妹子家里拍视频。这个阿鳖他其实是蛮健谈的，他经常跟我聊天呀，聊一些他家里的事啊。或者和丽莎他们在学校里的事啊，或者还有他姐姐的事啊，甚至也聊他姐姐她的男朋友啊什么的，他都跟我聊天。然后他还下半年还去不去上学嘞？他爸爸妈妈是很疼爱他的，他在各方面啊都是基本上是按照阿伯的意见，比如说去上学。比如说找老公，他爸爸本意上还是希望他能去上个大学，啊，如果不去上的话，也打算给他买手机。但是阿斌也懂事啊，他说要他爸爸不要买，有点钱就存起来，他说他自己来挣钱买手机。他爸爸妈妈也跟阿斌了解我的情况，还有一次他跟阿斌说想看一看我，但是我那一次是没有跟他们视频啊。阿伯告诉我，他爸爸还有一次就是说问他，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如果有男朋友了，那就不能去上学了。阿伯有个姐姐，今年22岁，她谈了个男朋友啊，那叫有院长了，明白？院长呗，院长很的，别对呀，很远的。就喊了喊。哦。她姐姐以前谈了个男朋友，后来去望乡了。她和这个男朋友是，就是分开了。这个男朋友隔一段时间去阿伯家里啊，去见她姐姐，然后帮她家里开拖拉机啊，做农活啊，做家务这些。她说阿伯的叔叔很喜欢这个男孩子。后来她姐姐和他分手了，这个男朋友很伤心啊，然后还找她叔叔一起喝酒，是悲痛欲绝。我也叫个分了，罢了。杨丽呢？杨丽罢了。叫我罢了呢。泼墨了。你泼墨了。嗯。哇！我叫咪咪分麦了。咪分麦加坤。分了。分麦喊你念念。分麦。嗯。哭酸。哭酸。嗯。哭酸有谁？说怂有谁？怂就班开。爱叫院长，分了院又班。老被怂就完，老娘也被怂了，怂就院长。今天怂院长了。嗯。宋昆龙加币了。嗯。宋昆龙。怂比白。龙怂比白了。哦。叫嘛破的？嗯。叫嘛破的哪个？老牌。啊。分宋坤，二叫分宋坤，叫马普的哪个？马普不读完，嗯。这边娘，这边娘叫马分没？老不坤在的。老不坤在的。分够嘞。个在的去掉。个在的去掉。还在的吧？嗯。还在的吧？啊？还个在的啊？在的。叫马吧。马。交一瓶分块不？我们来买点水果给亚茹。在那写哈牌啊？嗯，奥伦呢？那在上四楼噻。啊，四号楼个嘞？四号楼呢？啊，对了对了，他在。红西潘。这个阿伯告诉我，他爸爸也做这个生意，也收牛过来卖，在爬山县买过来，然后，但是他不是卖去越南，就是他们本地交易。辽宁的。辽宁不谈了，蜜月了。辽宁蜜月了。
还有等你喊个你吧。你。你。这个阿贝的爸爸也有，去年买了一辆这个车，这个韩国现代的这种货车，要20000多美元哦，而且是买的全新的，他说去年买的，一次性付款呀。连你傻的爸爸想买都没有买，都买不起啊！难怪有人说真正的富二代可能是阿鳖，而不是你傻。别太美了。但是你傻家的房子漂亮，阿鳖家的房子是那种老房子、木房子。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亚如家里了，他家里这边又长了好多杂草出来了。啊，亚如啊！那个里面应该听到我们叫了，现在那么多狗叫。在平头海捞。没有信号。没卫生间。免了。哇，这个、狗过来了。阿伯好怕狗啊。哎，亚如出来了，看起来有点憔悴。มาส่งคนจะบอกมาเจ้าเธอมาเราก็เจอมีแห้งม้วนอ่ะสมบูรณ์มากเลยจะหมาหมาอยู่นี่ปะหมาหมาอ่ะ他说这里有池塘休闲是个好地方啊这个地方他家里养的狗太多了稍微的稍微的嗯稍微的轮流啊点你还想要啊点你个还别去搞还别去搞嗯羊不来我们也得啊羊不来我们也得羊没吧没不少吧不不呢点你呢你没面不少的啊肯定啊，嗯，肯定。他这边前面那两棵树之间挂个网兜，那个吊床，应该很爽啊。八七阿婆了，阿木来。爽阿弟，没困难。快住，没困难，破了。可蒙，哦，那边的阿婆拜拜。拜，阿公不熬嘞。你老婆家拜，家婆家都拜，真多呢。咩啊？啊？你那真老咩啊？不明白熬快了。不腻。不腻啊？不腻他躺了。嗯，他们把被子洗了过来。OK。这个亚如说他今年也种了地，种了玉米，种了20公斤的玉米种子。我说能够卖多少钱？他说大概可以卖2000万老币。但是如果留起留一些就是喂鸡喂猪的话，就卖不了这么多钱。哎，谢谢。亚如他说他也是天天干活。养牛、养猪、养鸡、养狗、养鱼。变成八七阿婆歪歪了。你不熬个熬啊？你熬破了。你熬破了，你熬破了。熬破。去年去了亚鱼的村子里面，那个八七，他是。阿公不熬嘞，就熬破啊。拔烟了吧？拜拜，蹦拔。看看鱼。少雅。亚如说他没有钱，去山上找点这个草药卖。在开鸟台。轮轮他在。轮轮试一下盘。好好吃。
พ่อเขาซื้อมาได้เช่ารูดเดนตักแห้งแล้วรูแปดพันพ่อเขาซื้อพ่อเขาซื้อมาซื้อน้ำ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ซื้อเอาเข้าเตาอบปลาลายเนาะ他说这几个小鱼塘不适合养鱼了，现在见缝插针的种了点这个水稻。哇，他这个是好像是面的西哈盆多面吧，再放在两个池塘。他说没有饲料喂鱼了，现在是割草喂鱼。哎，多龙呢？这个密密麻麻的一层鱼哦。喂草。慢慢，你们家挺靠的。阿喊包了三千掰了。阿喊月。好像又割了半把，准备。哇，这密密麻麻的一层鱼好壮观呀，全部游过来了，看到我们人过来了。这阿伯要下池塘看鱼了。哇，我看这些鱼也饿了。阿伯也来拍鱼了。鱼好多啊！六，他来八家。你这边也是亚茹种的水稻，他说是他和他老公还有他婆婆三个人种的。这边全部都是。喂，这个好看一点啊，看得清楚一点。15000条鱼。养在这两个池塘，阿伯啊，在呼吧，在里面快射，啊，木块为原针法用嘛，是和亚茹啊。亚茹说这个鱼已经是有两个多月了，阿伯啊，快射把松特和亚茹了，特扔烟了开了。听你们特里说，特里那边说后盆后雷多面吧，特里面的西哈盆多面吧。跟叫给们朗八面吧。你要拔了，快收回叫。来，摸换来。这个亚茹告诉我，他那个嫂子，他哥哥去世的那个嫂子有两个小孩了，已经嫁去中国了，去了4-5天了。然后还有那个，叫妹的那个很漂亮的妹子，叫她去做直播，她不去的，也嫁人了，嫁给一个中国人，这是说彩礼发了2亿，就是那个要去她姐姐嫁到泰国的那个。哇，现在这个，啊，这些是瞬息万变。然后霸七也现在也结婚了，嫁人了。哎，真的是想象不到。这个阿斌也要在周边到处看一看。这个她老公砸了一盘零食，这是什么？这个是她嫂子，她前嫂子找了个老公，中国的，改嫁了，两个小孩的。我问她给了多少彩礼，她都不知道。这个是亚茹以前的小孩，前夫的小孩。他这个零食吃起来可以啊。红菇，很料很料，这和等的红牌有谁？有红妹的。爱红快白袄。面吗？是的，白开。来，帮忙试一下，哦，好难。罗兰哈，罗兰哈，罗兰哈，嘿。来，
他说他哥哥找这个红锅一共卖了5-600万老币，折合人民币2000多块钱。他说这个，他这个，这个什么野果，有人要，有人收，他们也没有什么工作收入来源，可能就是有人收的哪些野果什么的，去找来卖。哎，要有啊，把那暖一点的鸟打了，把那暖。老婆了，老婆了，迷路了吧？迷了。哥，不喊姥姥。迷了。嗯，不喊。你老母老了，跟人家公司。妹妹，这个亚茹告诉我，她说这个小巴拿就是是怀孕了以后才嫁人的，才结婚的。但是她老公不是很爱她。我老公没感觉痛，这娘们不救了，老还没来不呀？妹妹。就救了。哦。她说她老公不是很爱她，她怀孕了想吃什么她老公也不跟她买，然后她老公瘦瘦的，好像是身体有病，好瘦。我老就很了，老个白天开到老师怎么小班长呢？没路的，没。哎，这个小巴拿的老公家里种了好多的玉米啊。就是有100多公斤的玉米种子，这个是最最多的级别了。这个小巴拿现在也干不完的活了，天天是种玉米。俺公我不炒干炒，那时候就南光带人来了，大伙。面面，等你快活了，快活了，老鸟在哪里？啊？等你老有啥？这个不活啊？快不活，快不得行。那面有喊开垦去搞不？迷路了。迷路啊。那个去干嘛？把那来迷路那个啊妹，那个去干，摆起奥婆了，明白？啊。摆遇到很婆了。没了。一菩萨婆能是包的，包奥婆了吧？包娘。包也不得熬。娘不得熬。哦，好了。过年包娘没？没嘛。得熬包呢。快包包。啊。我老还晓得。老啊。嗯。熬什么？熬面汤干呢？到那里不没人破了，到到那了了不认屁对吧？快到那了，快认屁了。这回我喊我。快啊！这谈你啥噻？你啥个好快？我喊来听了。你啥话都开了，快去谈找哪？你啥话叫往哪？往哪叫？我找拍黑。没有啊。老咪木，你啥嘛？木料哥。教我哈了吧？嗯。快包哈，快米包。啊？包。包啊！哎，包了你干哪哟？包。那快谈包关了。嗯。OK。哇，现在就吃饭了吧？她老公就已经把这个饭菜弄出来了。这个是这个池塘里的鱼吗？八有饮料，他说是那个几个小池塘把那个干掉了，抓了一点鱼，然后种了水稻。哇，跟来，不不地拍拍材料。八姨拿过来，刚才送那个小孩子。没吧？哦，他这个他嫂子的那个小孩，拜扎也是没有小孩，他也是没小孩。他们两个人轮着带啊，就要吃饭了。哇，亚茹怀孕了，今天应该就是她最后一次去我们那里做直播了，然后也不方便了。她说现在怀孕两个多月，她说好累，还不得月。嘿，我还完全没看出来，是这个阿伯问她，她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她说是的。加冰冷壶。嗯，脚边的虎。嗯，很痛呀。嗯。哦，现在吃饭了。哎 ，OK。啊，我们现在吃完饭就回去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